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宋月。那今天要继续我们的正常的大冒险哦。来，依照惯例，再来一次，全部都是最下面啊，答案都是最下面的，对不对？经过我这么多次的回答啊，都是下面。啊，好像不知不觉自恋了，对不起，害你这么多次。现在道歉，我们以后还能好好做朋友吗？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是个受虐狂。这个作者哈、哦。如果哪天让我在路上遇到你，你就知道啊，你就知道什么是钢铁般的意志。那我在干嘛？我被关起来了是不是？这个齿轮，然后这里看起来像个齿轮，他在暗示我要干嘛？那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毒药？毒药啊，毒药我会死，浅显易懂啊。那这个是什么？烧品，烧品，烧品也会死。然后到底是谁在笑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哦哟。他怎么要提示？你在提示我？你胡乱啊！我弄那个我就死了，我还在那边听你的。他说切断是不是？信不信我切断他会笑我？呵，是不是？这作者怎么可能那么好心，对不对？我的天哪、啊！我觉得最可疑的就是这个齿轮，你知道吗？附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像齿轮的东西哦？有啦，这个地方吧。哎，好吧，这里好像也没齿轮。下来点，下来点，下来点。哎，这个东西往下掉是不是？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哦，是不是要用这个东西呀、啊？我把它切断，然后点这个是不是？太远了，这点不到啊！切断，没用，这样没用。啊！我吃什么？人为食死，鸟为食亡。我好像就一直吃这些东西吧，然后突然就拿一个成就。可是我到底要干嘛、啊？不是啊，他是该不会是一直叫我吃东西自杀吧？不会是吧？没办法，这关真的只能看提示啊。这关我真的没有辙啊，这关完全不知道怎么过。看提示，该死的作者。哦，所以真的是这样子哦。嗯，往左下，往左下拖是不是？哦，原来如此。干嘛干嘛？你干什么？哎，这会掉下去是不是？啊，我就让你们掉下去啊。不是啊，我知道会掉下去啊，可是，来嘛来嘛来嘛，来来来。都哇！等一下，我是踩太多次就碎是不是？踩太多次会碎是不是？哦呦呦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那掉下去。嘿，哇！多少次？嗯，我想到一个东西耶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各位看哦，这边有两个对不对？我是不是要让这只碰到这个啊？好像蛮有可能的哦。哦，因为各位看那个终点在下面，有看到好终点在下面，作者不会这么坑人吧？这么靠操作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他碰到了，碰到了，碰到了，他碰到了，他碰到了，我可以让他碰到，所以说我的构想是 OK 的哦。这个先踩掉，我在这边等你啊，你给我跳下去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样子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哦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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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后面的关卡怎么都，我的 IQ 都变负1000以上、欸，哎，也太难了吧！哇，我又开始死了，我还要观察一下、哦，你不要一开始就让我死好不好？这干嘛的？这干嘛的？我又不会死啊，不会。啊，我大概知道了啦，这两个要撞掉，然后我会让炮弹飞过去，对不对？啊！可是我这样子就过不去哎、欸，应该不是我想的吧？这样子我上不去啊！啊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要快一点是不是？我必须快一点，这样子，然后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点，这样子，然后呢？
我刚刚听到很关键的声音，可是我刚好像成功了什么，可是我过不去啊。等一下，对啊，我这样过不去啊。哦哦，这里有个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就知道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我要这样子嘛，然后来这个地方，让这个掉下来。然后我可以跳上去吗？可以，我可以再跳上去。应该不是往右走吧？往右走感觉会死欸。对，我往右走会直接死。哦，我懂，我懂哦。所以说我要往这边，然后让那个掉下来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平安逃脱了。嘿，啊，跳那个最后撞，那个飞弹的最后撞。我们降下来，然后再做一次。嘿嘿，嘿嘿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们终于可以搭乘我们。等一下，我是把它踩低了。好，好，好。我怎么记录点在这里？那我记录点在这里，我能干嘛？我还知道这个啊！哦，我直接踩飞弹就好了。哦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那我现在要干嘛？哦，我掉下去、欸。然后那个飞弹撞。哦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了。我要让它下面来，下面一点是不是？我要把它踩低一点，踩低一点，踩低一点，踩低一点。啊，再踩。我没有踩到，还是说他这是最低的？不可能吧？他这样我过不了啊？还是说我要照这高度就好，我不要踩啊？这样子我是不是可以跳到最上面去啊？哎、欸，好像可以、欸。哇，不行不行不行！想得美啊，想得美啊，红月。哎、欸，怎么可以继续走？奖杯是假的吧？我会死吧？哎、欸，不怕路长，只怕字短。世界尽头，然后呢？我可以干嘛？这没东西了吗？等一下，哎、欸，这边好难哦，说真的超难的。哦呦呦，中到最低了，最低了。哦，我成功了吗？哦，我成功，我成功了。那现在呢？我要去，哎、欸，这三个都不是我要的、啊。我这一关就是，哎、欸，我这一关是几只鸡啊？忘了。哦，这里这里这里 ，OK OK OK， 终于，来来来，我们的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已经忘记我们要拿什么了，好像是神器的样子吧。我真是打了针嗑药就往前冲哎、欸，可是这样子我下来吗？哎、欸，可以，哇，不是这样子的吧？呵，嘿嘿，操作啊，操作，别碰下面的开关，那我怎么过啊？是啊，那我这边怎么过？解释一下吧。哎、欸，这边可以撞。哦哦哦，我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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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要那个再撞回去，然后吃这个东西往下跑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这可以撞掉。哦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啊！哇，等一下。嘿嘿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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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次有了。这样子的话，我找张这边撞了，就 OK 了吧？就可以吃这个打了药了。往这边冲，冲过去！哦呦呦呦呦呦呦呦 ，nice！ 我能说什么了，各位观众？哦，我这样子顶上去是不是？这样 ，OK OK OK， 过来了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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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OK OK， 我上来了。那现在呢？哦呦哦哦，下面是刺是不是？我看到终点了。这真的吗？不太可能吧？不太可能吧？哎、欸，这是终点，就这样而已。
哦，有点讶异，就这样过来。虽然说前面的确蛮坑人的、啊，可是，哇，我没想过这么快。OK， 那我们已经收集了五个神器碎片了，现在他要我干嘛呢？作者的脸是不是？作者是神器是不是？这下总算是把神器碎片集齐了，虽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用，但隐隐约约感觉，既然头顶神器之名，那应该是很厉害的样子呢。说不定遇到最终 BOSS 都不用我自己动手，他就被神器吓尿了。最终章魔王之窟，准备出发。魔王之窟，那我们就下一次好了，好不好？圣战的终焉，第九章。好，下次再好不好？好，那么这期就差不多先到这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点个喜欢，别忘了订阅和小铃铛。那我们今天的话，也可以留在下方让我知道。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